我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，这一题电流这样子流进去，通电以后电流这样流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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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电流流进去 ，NS 就出来了。右边这个电流是流出来，从底下流出来，流出来，所以电流流出来，从底下流出来，这里 N， 这里 S。但是我说这指北针的话 ，NN 排斥，所以它会向西边。那NN 排斥 NS 相吸，所以它也会向西边。那这里那个 N 跟 S 会互相吸，所以是向西边。那这里在乙这边，因为这里会产生一个让它向西的磁场，这里又产生一个让它向西的磁场，所以这里的磁场，乙的磁场会是最强的。这样这题就可以轻松的分解。